想到未来里，这个狂热和冲动早已冷却的如今，你顽固的神情消失在镜子里，只留下时光消失的痕迹。每颗心都相信，每个人都给予，每个故事的自己反复地问着自己。我也许在其他地方可能会放弃吧，但是在音乐上绝对不会放弃。从来没有想过说要放弃唱歌这件事情。你要说我不行，我就证明给你看，你看我行不行。这个人一生当中就是还是比较倔的，就是我自己想做什么我都会去选择我自己喜爱的东西去做，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是唱的最棒的，对不对？就走到这场已经真的很难了。袁老师好，我的名字叫郁可唯，我是歌手郁可唯。很多人，然后现在当了艺人，他都不知道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瞎子郁可唯。我只想成为郁可唯，我不想成为别人。我是需要进化的，我是需要改变的，我是需要让我身上的很多可能性让大家看到了，不可能就是一味的只是这样而已了。允许我成长的时间可以有，但是我就不想要后悔，就可以再出发，再出发。我觉得是可以再出唱，我死，我要死在舞台上。我觉得我会一辈子唱下去。